番禺铁路社区永久厝关注民刺激，准备在每礼拜六礼拜来举办迎军，希望成为着九州文化特色的产品展售中心。魏明雄是去年十二月中铁路社区永久厝正式启用的当日，八八风灾的居民是欢喜来入厝。而现在嘉义县政府和铁路社区协会等单位，更进一步规划着又搁划实原住民市集，是以展售周族的工艺品、农特产、风味餐和特色表演等四大项，是一个风灾产业重建的周族特色展售中心。签下来之后，我们发觉到我们所有的生计都断了哦，因为我们的生计以前都是在山上，大部分的工作也都在山上。这个成立市集开始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个阿里山以前在那边所种的一些农特产，或者是在山上做的一些手工艺，可以转移到这边来，然后直接面对我们的客人，所以我们才成立这个市集。这个原住民市集准备在九号正式来营运。铁路社区民众是总动员，无因大爆棚准备市集的开幕。而这么团结，是因为灾民多年来感受到各单位的协助，心内是真感谢。希望未来会使靠家己的力量，在产业重建中心来出发。这边的这个住户哦，也希望可以自立自足。相信政府的钱以后不可能永远都会资助哦，所以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，可以先学习自己怎么去钓鱼哦，而不是常常就拿政府的补助来过生活。这个市集个规划在铁路社区的活动中心，也拄啊好位在旧阿里山的必经之地，未来会使作为周族文化观光的资讯中心。甚至于，如果你要上阿里山之前，我们这边都会有导览解说，比如说，你想要了解大阿里山地区各部落的这一个情况，你可以先来到这边先认识。又过话是原住民市集将正式来营运，固定在每礼拜六拜日上午九点到下晡五点，是正式的市集中心，欢迎民众到场参观，支持防灾的产业重建。新闻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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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